在电视剧、电影里，演员抱着女明星健步如飞，表情轻松。可是同样的，他们在出席真人秀或者活动的时候，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难道他们在拍戏的时候有什么套路、调味呀？当然不是。在电视中看演员通过屏幕的拉伸，一般都会把人放大，而实际上女明星的身材要更较小一些。对于一般的男明星来说，他们基本上会健身，因此公主抱会被普通人会好一些。不过这也不是他们健步如飞的原因，只是他们的条件好点而已。女的更轻，男的更有力量。事实上我们在最后的成片中看到的效果是演员的表演，虽然没有外界的辅助，也是他们多次 NG 的结果。比如说在《楚乔传》中，林更新抱着赵丽颖转圈圈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，在拍的时候他也是憋了很大一口丹田气，还笑场了很多次才拍成功。最后林更新终于自己都忍不住笑了，认怂说：“哎呦，真抱不动了。”后来窦小野公主抱过赵丽颖，即便是热爱极限运动、一直保持健身的她，同样显得有些吃力。而当时的丽颖只有80斤，在女明星中算是轻的。明星拍戏也是够拼的。屏幕中慢慢的敬业。本文为每日新选原创内容。